哇塞，这太辣了吧！哇塞，哇！怎么才能入围主播呀？还是妙语如珠啊！今天我们要请问在里面饰演一个变装皇后，是跟最辛苦的是什么？最辛苦的就是跟不好看的变装皇后在一起。来，那就是最后一位。来，是。然后最开心的就是跟最漂亮的这个变装皇后在一起，那就是旁边那个。那最后我们的皇后可不可以做一下，像昨天的主位很 sexy 交往，做一个有魅力？不是吧？我觉得 Kimmy 在这里应该是对不对？红毯上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以《废弃之城》入围最佳动画影片的导演易智言、徐坚俊、李宇。